文人行自走套俄罗斯人作为战斗民族的传说很多，如今又要增添一笔。2015年在叙利亚杀害一名俄罗斯战斗机飞行员的18名凶手中，最后一个人在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协助下在格鲁吉亚被捕，可以说上演了一出俄版的虽远必诛。参与杀害俄罗斯飞行员的武装分子，据土耳其媒体报道，一个名叫 Serkan Kırçılaş 的土耳其公民最近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被捕。他涉嫌于2015年在叙利亚参加武装组织期间参与杀害了一名俄罗斯跳伞飞行员。2015年11月24日，一架俄罗斯苏道 -24 战斗机在执行任务时遭到土耳其空军 F-16 战斗机的拦截。这架 F-16 发射导弹击落了俄罗斯战斗机，当时苏道 -25 战斗轰炸机上的飞行员跳伞，其中一人被俄罗斯特种部队救出，另外一个名叫奥列格·佩什科夫的飞行员却不幸落入一个武装组织手里，惨遭杀害。这一行为也彻底激怒了俄罗斯，牺牲的飞行员奥列格·佩什科夫